这是一个位于摩登地铁站附近的一个一房一厅公寓套间，进门长廊。右侧这里是房间，有两扇窗户。面积不错，然后门后面有个衣橱，走廊上有个储物间，旁边是卫生间。这边有个储物间，走廊尽头这边就是客厅，三扇窗户，客厅旁边连接厨房，厨房有一扇窗户，有电冰箱、煤气炉灶和烤箱。